朋友问哦，这七天假我们本来有的劳工周休二日了，好像没在放，但这七天假只要在明年1月1号不砍，所有的劳工都可以放假哦。那七天就是要上班，也可以要按照劳基法要求2倍工资哦，甚至再怎么样也可以挪移合议来变成别的特休假哦。事实上并没有享受到所谓的周休二日的好处，因为它根本不是周休二日，因为劳基法36条，现在还是说，七休一啊，他并没有改休法，把劳基法三十六号改成七休二啊。不劳国家的称号什么时候才可以解决？啊、国民党政府啊、用周休二日当作他的政绩，但实际上我们知道，40工时根本无法解决劳工无法周休二日的问题。民进党现在也不敢对这个议题表态，民进党跟国民党都说要降工时，实际上就是让台湾的劳工更加过劳。那同仁，来，我们已经澄清过2次了，你们还是把我们的规章弹掉。好，我们已经澄清。你行文给劳动部，劳动部有回吗？我们会请。你们会请什么？请什么了？请什么？都已经澄清，请什么？回吗？都已经公布了，还请什么？我有实施啊，医院。你们跟哪一个工会谈过？公布了还请什么？你们跟什么工会谈过？请说。你们跟哪一个工会谈过可以砍国定假日七天了？请说。我们会有主管机关来说明。主管就是你们主管的。不对，不要跑！不是，我们只想澄清而已，为什么没有一个真的可以职权的代表见我们？多少？还我休假！还我休假！还我休假！好，我们认为说，整个国家的国定假日其实回到一致化，工时现在已经在背景条件来讲，工时也都一致化的情况下，那把它回归成比较一致的情况，那整个国家里面，大家的公民事业也好的运作搭配也会比较合适一点。那所以本来就会出现轮班的状态，那在这种情况下，只要工时是一致的，假是一致的，那劳工的假不会去少掉，没有办法去避免说这样的情况。那求取一个他彼此之间是一个公平的状态，那这个是我们制度上面在设计的一个重点。在科技厂商里面，多少工程师根本不可能因为缩减工时受惠，反而因为删减国定假日的关系而因此受害。劳动部在干什么？陈秀文干什么吃的？国民党还要选吗？如果今天陈秀文部长不给个交代，我们绝对不会走。过去9月以来，我们不断的透过各样的方式澄清、请愿、递送我们各样的诉求，包括我们做民意的调查、劳工的调查，来表达我们的抗议。但是官方呢？但政府呢？把我们当做个屁！